十号作品《宝宝会走了》，由河南省开封市贝雷少儿艺术培训中心选送，有请。三翻翻，六坐坐，七爬爬，小宝宝，小宝宝会走了。谢谢这些可爱的孩子们，请各位评委打分，也请孩子们再回来，快回来回来回来，哎呦宝贝儿你们好，哎呀，你好。
好，你们好，告诉阿姨都几岁了？5岁。都5岁了，是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大赛哈。我听说这个小朋友们还有一个参赛口号，是不是？是。嗯，是什么？告诉大家。小宝宝走上大舞台，越走越好，相信你们一定能够越走越好。但是阿姨刚才看的时候啊，真的有点担心，因为为了表演刚刚在学走路的小宝宝，所以孩子们不停地在舞台上摔，一会儿这么摔，一会儿这么摔，经常看到你们一屁股一屁股的就坐在台上了。你们那小屁股不疼啊？不疼。因为你们小屁股是特殊材料制成的。为什么不疼啊？因为我们有屁股帘。屁股？什么屁股帘？什么叫屁股帘？那个屁股帘。我看，我能看看吗？好。哦，原来这屁股上装着厚厚的垫子呢。嗨，我说怎么摔得这么舒服呢？我有功夫，我有屁股帘。哦，我有屁股帘，除了屁股帘之外，我还有功夫，是吗？我还有屁股垫儿。说来说去都是一回事儿。好了好了，那个你们的分数啊，你看已经出来了。哎呦呦呦呦呦，齐刷刷的回头。我能问你们一个问题吗？你们识数吗？不识数。你们齐刷刷的回头，你们看什么呀？那上面都写着几分，告诉阿姨。100分，这是你们美好的愿望。好，来，我们看看你们的得分。好，去掉一个最高分，99.00分；去掉一个最低分，97.00分。十号作品最后得分98.571分，祝贺小朋友们。真的非常开心啊，孩子们。慢慢走，慢慢走。哎呀，太好了。